飲水，唔上面，咁就可以一次過帶所有小寶貝出街。打開咗呢個位置之後咧，呢個就係一個水兜位嚟嘅，咁我哋就可以裝水入。咁呢一個有埋個照明系統嘅，狗帶都係會著燈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Ico， 今天我们拍外景，就是想推介一些给狗狗用的用品。这个是非常好用，我要放下这两个小宝贝先，妹子和奶茶。这个是四合一的智能狗带来的，它可以装水，也可以跟它做训练，还可以主人拎着的时候其实很舒服的。它还有一个位置是可以吊在手上，那就不会跌了咯。前面这个位置它还可以，其实你如果有多几条绳呢，有个扣呢，就可以扣住它的，那就可以一次过带所有小宝贝出街。因为我现在呢原装呢它是配了一条狗带的，那可以勾在这个位置啦。另外那条呢就没有勾的，那就唯有我自己忽发奇想这样啦，就勾在这个位置上的。咁呢个可以一次过勾两隻狗去啦，佢哋勾两隻狗可以出街啦。好，嚟行啦行啦行啦，妹子唔肯行啦。嗱，有新朋友啦，影埋新朋友啦。Hello， hello， 哇，好开心喎！仲有一个饮水位置嘅，咁就唔需要额外带多樽水，咁就已经成 set 喺晒度噶啦。打开咗呢个位置之后咧，呢个就系一个水兜位嚟嘅。咁我哋就可以装水入，头先已经俾佢哋饮咗，所以就得翻好少。咁咧就将呢个拔咗出嚟，系啦，拔咗出嚟，见唔见到？跟住就有啲水喺度噶啦，咁就可以俾佢哋饮水咯。好，边个饮水？边个饮水？饮水，唔上面，见唔见到佢啊？系啦，可以俾佢哋饮水啦，系啦，咁咪一体式咁样搞掂嘅。咁另外大家都會擔心咧，如果夜晚黑帶佢出街嘅時候咧，就會冇一個照明系統啦。咁呢一個有埋個照明系統嘅，咁呢個就係跟住咧，佢見到嘛，大家佢就會著燈嘅啦。咁連帶佢個狗帶咧，佢個狗帶都係會著燈嘅，清唔清楚啊？可以睇清楚個路面情況啊，亦都可以見等小狗可以冇咁驚咯。另外呢一个有咩用呢？除咗有照明系统之外呢，仲可以做一个狗狗训练嘅。咁呢两个掣就係啦，呢个掣就会响声。听到吗？係啦，下面嗰个掣呢就係震动嘅。係啦，当你同佢做训练 training 嘅时候呢，就可以用呢两个掣去協助狗狗同你去个做一个協调囉。咁呢个呢就係用呢一个充电嘅。如果当然啦，你如果係用佢嘅照明系统同埋佢训练系统呢，就需要充电嘅。平时如果用呢就唔需要充电㗎啦。咁亦都係充电就喺呢个位置嘅。充电就喺呢个位置嘅，呢条手带就可以方便主人拎住嘅时候唔会跌啦，同埋佢手握咧呢个色系好舒服噶，好贴心嘅。咁另外呢个位啦，呢一个位就可以我嚟放佢哋嘅垃圾袋，系啦，最多可以放到15个嘅，卷住嗰啲系啦，坊间都可以用到噶啦。咁呢一个咧，仲有一个扣咧，系可以扣喺安全带度嘅，咁咧就可以等小狗狗咧唔会跌出车咯，咁咪扣实咗佢噶啦。咁样咯，咁佢自己又可以活动自如，咁又亦都唔担心佢会跌亲咁样。出埋去玩啦，妹子啱就同人哋 social 紧玩紧，所以佢上唔到镜啦。好，咁希望大家中意呢件产品，下次见，拜拜奶茶啦，拜拜。